可以用一块黄布把电视机盖住，这样我怎么看啊？当然不是叫你盖住电视机啦，那完全就不用去用它，不是？马斯西马斯，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他的老婆每一天都吵架，而且吵得非常的凶。请问在风水上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朋友的吗？在风水上面，很多人的家庭的电视机都是摆在客厅的西方，像电视机摆在客厅的西方，有一个问题就是引起和谐的问题，然后吵架就是一个表现啦。这样我建议电视机不要摆在西方喽。那、如果我的那个电视机在西方又移不走的话怎么办啊？所以你看在选房子的时候，客厅的西方最好不要有那些插头，然后把电视机不能够搬走。 OK， 在选房子就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好了。那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吗？如果万一真的是你没有办法，你已经住进这样的一个屋子啊，可以用一块黄布把电视机盖住。这样我怎么看啊？当然不是叫你盖住电视机啦，那完全就是不用去用它，不是，就是在没有看电视的时候才盖住那个原理是什么？其实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西方代表金，也代表我们的这个交流啊，对话。那如果电视机属火的这个东西放在西方的话，它就会金被火克。这样我们用这个黄色，黄色代表土，是火生土嘛，这样土会生金嘛，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慢慢的把它解决掉。明白明白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呼吁大家，如果在选新的房子之前，要买新的房子之前，最好的可以的话找个风水师来帮你选。如果你已经买到了的屋子，那没关系，也可以找个风水师，在你还没有装修之前，我们来帮你看，帮你调理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对，预防胜于治疗啊！祝你的朋友家和万事兴。好，谢谢。最后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专业的风水师是不会要你买任何的风水物品的。